哎，哟，你为什么要变成一个喇叭呀？我们男子汉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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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遇到爱情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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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这一定要大声的说出来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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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好吧。爸爸爸爸爸，这个姿势是也太干。有点儿。朱老三，你吃饭的时候能不能斯文一点呀？哦，皮皮，你吃饭的时候斯文一点儿。哦，皮皮没关系的，男孩子这样才叫豪迈呢。姐姐，哈哈。看见了，爸爸你在哪儿啊？哎，爸爸，快上来，快上来！嗯，哎，嘿，爸爸，不要整天哭哭啼啼的，我们是牛皮纸，你这样和隔壁家的湿巾有什么区别？你要像爸爸一样，做一个男纸汉。我不要装男子汉，我要吃棒棒糖。什么时候过去的？快过来。谁？我看你像个棒棒。啊！去！爸爸，我飞了。儿子别怕，爸爸有办法。哎，咻！咻咻咻咻咻！嘿！爸爸，你套住我了，快拉我下来。哎，哎。嘿，好久没放风筝了。什么？我还在救命呀！爸爸，绳子断了，救救我！儿子别怕，你爹来了！哎，是！哎哎啊！爸爸，儿子，爸爸。爸爸，你会飞呀？啊，当然了，啊，爸爸是什么都会。飞喽！哎，风好像停了。爸爸，帮帮我，我摔扁了。爸爸帮你吹起来。爸爸，你刚刚在吹牛皮耶！爸爸，爸爸，你把我眼睛打掉了！看见了。对不起，对不起。眼睛。别生气。爸爸给你棒棒糖吃。啊？嘿，爸爸，你真的给我买了棒棒糖？刚才在天上捡的。爸爸，你又在吹牛皮了。别学这些烂名。去去去去。棒棒糖，棒棒糖。你没有，真好吃。
爸爸，什么才叫做男子汉呢？听爸爸话的才叫男子汉啊！走，跟我回家练琴去。那我不要做男子汉了。给我站住！我不做男子汉了。跟我回家。我棒棒糖掉了。我看你像个棒棒糖。好好练琴。我听着呢。刀刀刀刀，我的刀音怎么不对呀？刀刀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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你是生气呀？哆来咪哆，哆来咪哆咪发嗦，咪发嗦，发嗦发嗦。发嗦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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发发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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发我是一个小牛皮，真呀真牛皮。你唱什么呢？我是一个小牛哦。嘘，哒啦哒啦哒，啦啦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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啦啦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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我好像变声了。Check one two check 一二三一二三，八百标兵奔北坡，八百标兵，呵呵，五六五七五八，哎呀，不能吃，五九六十，哎，儿子在家锻炼呢。哦，爸，我在。内卷，哇！你卷什么？班上的卷纸跟我喜欢上了同一个姑娘，看我卷死她！你啊！哪个姑娘啊？就是隔壁的诗经。哎呀，卷不动了，光靠卷是卷不来姑娘的。哦，那我不卷了。哇，你看我现在这个样子追得到姑娘吗？哎呀，你快下来吧，姑娘都被你吓跑了。你变长有什么用啊？你得变短。我为什么要变短啊？因为纸短情长嘛。哎呀，笑死我了。爸，烂梗。哎，去去去，爸逗你呢。我们男子汉追姑娘要讲究方法。看爸的。哎，树爸，你上哪儿去了？哎，你为什么要变成一个喇叭呀？我们男子汉，汉，遇到爱情，情，这一定要大声的说出来，来，好吧，爸，这个姿势是也太尴尬了吧。是爸欠考虑了，有了，我们可以变成一把油纸伞，转晕了，注意身体，为他遮风挡雨，爸，他是诗经，不怕水，那就为他遮阳吧。哎呦，爸，你就别瞎折腾了，一把岁数的，我要为了我的爱情继续努力了。爱情，有了。
那我就变成一只丘比特之箭。哎呦，你就别瞎指我，好帅呀、啊！把你和诗金的心连在一块儿，咻咻，呜咻咻，哎，那不是我的甜甜圈吗？哎呀，算了，不跟你说了，我去找诗金了。哦，嘿，嘿。哼，哎呀，臭小子，重色轻爹，我只能自己待着了。臭小子，长大了，不听话了，给他介绍工作他也不去，气死我了。爸。你不是我爸！哎呀，气死我了！爸，我准备出去闯一闯。不是你上哪儿闯啊？我们男子汉最重要的就是有一份稳定的工作。那到底什么才叫男子汉呢？哈，就是像你爸这样啊。可是我不是你呀、啊。你走吧，走了别回来了。翅膀硬了，离了我你能活吗？你能吃得了那苦吗？你走吧。儿子，真走了。这么多年了，也不知道回来看看我。您好，您的信。谁会给我写信呢？亲爱的父亲，见字如面。臭小子，还知道给我写信。多年未见，你过得还好吗？我们虽然甚少联系，但我还是一直挂念着你的。当你读到这封信的时候，我已经……哼，已经怎么了？没了呀。已经出现在了你的手中。哎呦 ，surprise， 麦巴达！哎呦，吓我一跳！哎呀，爸，我已经成为了一名光荣的信封了。啊，挺好，挺好，挺好。想没想我呀？不想。刚刚有人读信的时候，可是好着急哦。去！爸。咱再去飞一圈啊。老了，飞不动了。爸，今天我带你飞。嘿。能行吗？哎呦，指定行。哎。Oh.
走喽！哇哇，好美啊！爸，你看现在我也能带你飞了。是啊。走喽。儿子，你怎么不飞了？风好像停了。儿子，儿子，你真会飞啊！当然了，因为我上班的地方啊叫京东物流。别抖机灵！哎呀，哎，爸，我已经成为真正的男子汉了。是啊，是个男子汉了。我儿子会飞了。老师们，我儿子男子汉，会飞会飞，哎，快给老师们飞一个！我现在怎么飞啊？快飞上！哎，有班啊！干啥呢？你们干啥呢？装箱了！哦。Peter， 我们终于到乡下了，在这儿遇到了新朋友，要好好和他们相处啊，真乖，去吧去吧。哦，哦，这就是乡下吗？哦，哦，这就是谷仓吧？我要把这些照片发给我城里的朋友们见识见识。嘿，哎。他怎么没网了呀？这明明路上还有的呀，他们联系不上我会着急的。哎呀，谁呀？谁呀？啊哟，哪儿来的小猪呀？你好坏呀。哎，他怎么不理我们呀？他怎么不说话呀？不好意思啊，我是 INFP， 我有点慢热。5 4 3 2 1，好，外征热起来啦。INFP， FP， FP 啊，飞盘，城里人都爱玩飞盘。我不爱玩飞盘，我是猪啊。你好呀，小猪猪，你好可爱呀。天天啊，天天，哎，你们好呀！你好，我叫猪 Peter， 是一只小香猪。今天第一天和主人从 downtown 搬到这个 countryside， little bit 不习惯，希望大家可以多多关照。请问这儿有 WiFi 吗？我得给我朋友们报个平安。WiFi 是什么东西啊？嗨 ，WiFi 就是 wife。老婆的意思，她就是来相亲的。WiFi 不是 wife， 我是跟主人来乡下过暑假的，不是来相亲的。再说了，现在谁着急结婚呀？那你能一直留在乡下吗？哎，我就是小住一会儿，主人一开学我就要走了。那你主人什么时候开学呀？看夏天什么时候结束吧。那夏天什么时候结束啊？大概是知了叫不动的时候。那知了什么时候叫不动啊？哎，我是猪啊，我怎么知道？哎，我们这儿也有一只猪。哦，嗯。朱老三呢？朱老三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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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嘘，干饭了！喂，喂，喂，这，大哥呀，
你怎么不穿衣服？喂喂。啊啊。哦。喂喂喂。不好意思啊，我有点听不懂方言。哦，你早说呀，我会说普通话。我刚才说的是，干饭了，哪呢哪呢？哎呀，又被骗了。你怎么穿衣服呀？啊，我在城里都是穿衣服的呀。哎，你看。这个是穿牛仔裤的狗道哥，啊，这个是穿连衣裙的猫凯特。动物为什么要穿衣服呀？对呀，啊，真的是。是啊，是啊。哦，那我脱了。没事，在这你怎么舒服怎么来吧。忘了自我介绍啊。你好，我叫猪皮特，今年五岁了。你好，我叫猪老三，今年两岁半。喂。你比我小一倍。不啊，我比你大两倍。行行行，你大。我已经2分47、48、49秒没连上网了。你们这儿到底哪块有网啊？网？啊，我知道，看这儿。哦，你好，我是蜘蛛。你好，我也是蜘蛛。听说你要上网？哎呀，不是这个网呀。哎呀，你们都搞错了。你知道哪有网？来。过来，看见前面那座山了吗？嗯，翻过那座山，你会看见一棵老槐树。老槐树，绕过那个老槐树，你就能看见一个村子了。哦，那个村子里有王三 Q 啦。那个村子里的人吃猪肉。我真的双 Q 啊！猪老三，没听说过。你这样不好吧？没事，让他在天上飞一会儿吧。所以到底哪块有网啊？哦，我知道哪块有网。你说的是信号吧？对。看见那座山了吗？那个山顶上就有信号。那你把具体定位发给我，我打个车。哎呀，没网呀。我带你去吧，走两步就到了。你骑我身上。啊？我佩奇吗？你是小猪佩奇，上猪吧，小猪，走喽！噔噔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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噔，老三啊，慢点儿！喂！噔噔噔噔，老三呀，慢点儿！慢点儿！噔噔噔，喂！老三，你怎么停了？饿了，猪瘾犯了。也别停了，老三，这样我给你点外卖，咱们在这路上吃啊。没网呀？没关系，我请你吃。吃啥呀？咱们还要去找网呢。吃啥呀？自助餐，白菜。那这些白菜都是低卡的吗？不是低卡的，都是我的。哎呀，不是，我是问是不是低卡路里的。卡路里？啊，谁卡进路里了？我去给他拱出来。哎呀，没让他进路里呀。我这是在做身材管理。喂，身材管理？就是怕吃这些会长肉。那吃了这些不长肉，那你就是白吃啊。我跟你说不清楚。那我自己吃了。哎呀，老三呀，这有这么好吃吗？你看这上面还有泥，这都不洗洗它能吃吗？哇，真香。这就是原生态的大白菜吗？我第一次尝到这种味道。这颗白菜有着前所未有的鲜与甜啊，好多白菜呀，我好幸福呀。哎呦，好白菜都让猪给拱了。啊，自助餐时间到了啊。来福，给我冲！来、啊，皮皮，快跑啊！没时间了，上猪吧，小猪。谢谢啊！噔噔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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皮皮，前面有个泥坑，我们跳进去。不要啊，我是敏感肌，我要跳猪了。
老三啊，来福走了，咱们该去找网了。哦，舒服麻了，皮皮，下来泡一会儿吧。哎呀，出来吧，老三，等有网了，我带你去洗泡泡浴。泡泡浴怎么泡呀？那必须是用按摩浴缸了。水温永远保持在38度，注满水，一起动，那16个大喷柱，老三，你能感受得到吗？啊？退退退！哎呀，哎呀，行了。啊？老三？老三呀，你不会沉下去了吧？我来救你了。皮皮，你叫我呀。救命啊，救命啊，这泥坑这泥坑的温度刚刚好。还埋汰吗？妈真爽。上来吧，皮皮。我太好玩了吧。别两滴。哎呀，都快没电了，你说的网在哪儿呢？哦，就在那个山头。哦，这么近了，胜利就在眼前。冲啊！冲啊！冲啊！上猪吧，小猪。哦，嘿。噔噔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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皮皮，我们到山顶了。信号，信号呢？你这还是没有信号啊？哦，皮皮，你上来试试。有了、老三，准备好接收现代文明的冲击了吗？文明的冲击。冲击。没人给我发消息啊。文明的冲击到了，你的好朋友微信运动给你发消息了。今日运动58000步，挺好挺好，我还从来没有拿过微信运动的第一名呢。别哭啊，别哭啊，皮皮，我没有朋友。你怎么没有朋友？我不是你的朋友吗？别哭了，别哭。皮皮，你看天上的星星好漂亮啊。哇，即使在乡下也不是每天都能看到这么漂亮的星星。那我要发个朋友圈。算了，还是亲眼看到的更好。皮皮，你看那颗星星好亮啊。真的哎。流星啊。快许愿，皮皮。我希望以后的每一天都可以像今天一样快乐。老三，你许了什么愿呀？老三，真好啊！也许在这儿，我也能像你一样睡个好觉。斗转星移，日月更替，好多好多天之后。皮皮，快出来吧，今天我们该回城里了。老三，我得走了。夏天这么快就结束了吗？那你明年夏天还会再回来吗？说不准了，主人明年就要毕业了。皮皮，快到妈妈怀里来。老三，再见。皮皮，再见。
再见了，老三，再见了，谷仓，再见了。哎，刘星，朱皮特，耗子，你被老三顶了一下，飞了俩月呀。嗨，这样也挺好玩的。哎，你这是要回城里了吗？是啊。哎，那你快带我一个吧，早就听说城里好玩的可多了，你快给我讲讲。那好玩的可太多了。嗯，你到了城里，一定要去市中心最大的那家商场，那里边好玩的呀可。啊？好像没有滚泥坑好玩啊。要不你去电影院，各种特效大片记得选 IMAX 屏的，那种视觉呀，他好像没有乡下的星空好看。要不你多参加一些活动，交一点朋友，这些朋友啊，他们朋友。耗子，我要回谷仓了。皮特，你走了谁陪我玩啊？你去城里替我给主人当宠物吧。得嘞，包他满意。对了，我家有只猫。啊！皮皮，喂喂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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喂！老三，皮皮，你方言进步好快呀！还不是和你学的。别打了。是谁家的小猪在煽情啊？喂，皮皮，你不是走了吗？我不走了，我决定彻底的搬来乡下了。皮皮，你带这么多行李回来，一定累坏了吧？哎呀，不累，这些都是我从京东新百货上买的。皮皮，你还给我买了白菜。少吃一点，猪老三，给我留点。猪老三，你吃饭的时候能不能斯文一点呀？皮皮，你吃饭的时候斯文一点。皮皮没关系的，男孩子这样才叫豪迈呢。姐姐，哈哈。哎呀，大家快别愣着了，让我们来给皮皮开一个欢迎派对吧。来福，你们能不能带我一个？来啊！